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坏人就没有警察，我也不会当警察，更不会去做卧底。究竟卧底是谁想出来的？我查过书了，可能是诸葛亮想的。因为三十六计当中有一条叫苦肉计，太矛盾了。我每天都在想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又或者我可以试试做一个坏人中的好人。这位一看历史就不太好的兄弟叫做小皮，他是一名打入黑帮的卧底警察。刚踏入江湖的时候，他是这位胖子的小弟，两人隶属于一名叫做齐哥的黑大佬帮派。一次意外，齐哥遭到仇敌袭击，被小皮和胖子撞见。小皮知道自己上位的时候到了，他一人上前将刺客击倒，救下了齐哥。事后齐哥大力赞扬小皮的勇猛，将其收为自己的贴身小弟。第二天小皮来到天台与上司会面，碰着怪罪小皮昨晚下手太狠，将同事打得都住进了医院。原来昨日的刺客是警察所办，为的就是尽快让小皮取得齐哥的信任，好打入齐帮派内部收集犯罪证据。小皮遭到指责后满脸的疑惑，出来混当古惑仔不狠一点怎么取得黑大佬的信任呢？上司不知黑帮的残酷，被怼得无话可说。小皮回到帮派，不想遭到帮内众人的质问。帮内二把手陈哥怀疑小皮是警方派来的卧底，他逮到一叛徒让小皮将其干掉，杀了就是我的好兄弟，不杀就说明你有问题。小皮心中纠结万分，但脸上没有丝毫犹豫，他接过手枪正要扣动扳机之时，被齐哥拦了下来。原来这是他对小皮的考验，现在齐哥正式宣告小皮入会，小皮终于松了口气。然而说他卧底是假，但这叛徒却是真的。齐哥要求小皮打断对方的双腿，小皮还是没有迟疑，拾起木棍砸向叛徒。之后他开启了自己黑帮打手的生活，天天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在一次围剿敌对帮派时，他动了杀心，对方是一无恶不作的黑大佬，这次下手小皮的心里没有任何迟疑，毕竟对方是该死的恶霸，我这是为民除害不是吗？干掉对方后的小皮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作为一名卧底就得完全融入古惑仔这个角色。然而这个角色带来的不只是内心的折磨，还有来自亲人的唾骂。小皮是警察世家，如今弃善从恶成了一名古惑仔，他的父亲每次见他都没有好脸色，嘴上尽是辱骂。如果重新来过，老人可能都不会想要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母亲疼爱小皮，劝解老公却也无济于事，父子俩的关系可谓到了冰点。没办法，为了抓捕齐哥，小皮只能暂时舍弃亲情，也许等到他完成任务，父亲会对他像他考上警校那次一样再次竖起大拇指吧。回到帮派，齐哥让小皮惩罚一欠债者，让他将对方老婆的手指剁掉，小皮没有犹豫一刀斩下。回到家里，女友小丽为他准备了好酒好菜，看着女友手中的鸡脚，小皮想起刚才剁手指的一幕，他胃里开始翻腾，随即跑到厕所狂吐不止。小皮始终是名警察，就算表面再怎么伪装凶狠，但心理上却没办法违背。他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醉酒后的他将自己卧底的身份和心中所受的委屈与纠结一一告知小丽，或者是他患难与共的女人。与小皮踏入黑帮之际相识，两人经历过很多磨难，除了父母，小丽便是他最亲的人。在小丽的安慰下，小皮终于入睡。一晚帮内二把手陈哥送小皮回家，两人在帮内逐渐熟识，成为了好友。突然一群人杀出，原来是小皮之前得罪的古惑仔，在陈哥的帮助下两人逃出升天。简单为其治疗包扎后，小皮问对方为何会救自己，陈哥一番话让小皮哑口无言。原来这个陈哥也是警方派来的卧底，他在帮内已经扎根数十年，如今终于混到了二把手位置，但黑大佬齐哥只相信自己，很多事连他也不告诉。警方如今派小皮潜入，就是为了下一份双保险，合力找出齐哥的破绽。之后陈哥带小皮来到一荒郊墓地，这里有三人都是警方派到齐哥身边的卧底，如今却只能深埋在这冰冷土地，有的是在黑帮火拼中丧生，有的是被女人出卖送命。最后一人让陈哥黯然落泪，因为这位同事是被他亲手干掉。没办法，对方身份暴露，死一人总比全军覆没的好。说完这话，陈哥转头面对小皮，改天要是倒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杀了你。之后陈哥和小皮整日待在一起，小皮见对方还在用面对面的方式与警方交接，便教对方使用电脑，用电子邮件取代这种方式，这样也会更安全。让小皮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建议竟会害了对方。原来这个齐哥是个新时代的黑大佬，他对电脑熟识，应对陈哥早就怀疑，现在又查到陈哥与一警官在用电子邮件交接，他立马将其抓到让小弟殴打。齐哥将枪交给小皮让他来了结陈哥，小皮心中百感交集，他想起陈哥的话，死一人总比全军覆没的好，他果断开枪
这一枪打死了他唯一的好友，打掉了他难得的友情，也打没了他以往的冷静。经过一夜买醉后，小皮决定快速收网。心神意乱的他得知齐哥即将在异地点交易毒品的情报，他没有验证消息的真实性，便通知上司到交易地点抓捕齐哥。很显然，这是齐哥故意布的局。小皮特，各位长官，等我们等急了吧？别以为我那么傻，我怎么会这么轻易被你抓住？早就知道你是卧底，准备收尸吧。陈三，车里有发现啊！车上的人是他几百块买通的古惑仔，里面装的也不是毒品，而是炸药。快走，炸弹！啊，炸弹了！快！Peter， 你什么情报啊 ？Peter 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小皮这一失误，差点导致警方全军覆没。爆炸之后，上司找不到小皮，他知道对方可能会擅自行动，便拿出电话通知了飞虎队。小皮这边，他知道身份暴露，首先想到的是女友小丽。果然，七哥挟持了小丽，准备报复小皮。而现在的小皮如同换了一人，他怒火中烧，一人来到帮内基地，干掉了七哥所有的小弟。经过一番激烈的混战，七哥一枪打倒小皮，但自己也被飞虎队干掉。几天后，小皮父母来到儿子墓地，得知小皮卧底身份后，父亲落下伤心的泪水。原来自己一直误会了儿子。老爸，在你眼里我是个小混混，其实我一直在做你希望我做的事，就是做警察。不过我做的是另一类，不能告诉你。无论如何，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也没有让王家丢脸。几天后的香港机场，小皮正和女友小丽还有好友陈哥准备买机票去往巴黎旅游，毕竟完成了一项大任务，几人准备去海边放松一下心情。哎呦，没电了。哎，小皮的，如果不是那天你打歪了，你推的就不是我了。那我推什么？你捧着我的骨灰到外国种草啊。电影名叫《恶武传说》，讲述了一个卧底在黑白两道间夹缝求生的故事。影片前半部分剧情紧凑，让观众了解到了一个卧底内心的挣扎。为了取得老大信任，小皮只能违背当初当警察的初心，大开杀戒。这样的生活让他的身体和心理都遭受到了重创。陈哥的死让他彻底爆发，最终完成任务，得到自我救赎。但是影片结尾出的动作戏太过潦草，黑大佬齐哥智商下线，选择和香港的飞虎队硬刚，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他在最后结局来了一个大反转，让电影不至于沦为烂片。影片的导演我看还算善良，知道卧底已经够惨了，所以让几位主角都活了下来，让其圆满结局，算是对现实的卧底警察一种安慰吧。毕竟现实中的卧底可能比电影中还要艰难。好了，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我是一个是要讲完所有今天港片的解说，喜欢雷哥的话麻烦点个关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